麻辣酱我先给它两大匙。哦。Hello， 仙女来了。我们还在，我们还在。漂亮，减糖，对，稳定你的血糖。麻辣烧体弱。DGI 料理，做起来。就是现在，赶快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！叮咚叮咚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蔬果生活志，我是雅里。想要身体好，蔬果不能少。今天是星期一，欢迎来到雅里爱 cooking， 大家一起爱上做料理。接下来要欢迎的就是我们的小黑师傅。雅里好，大家好。今天还是减糖料理。是。那今天的主角是什么？今天的主角是减糖料理的节瓜。嗯哼。节瓜的话是一个减糖很好的食物。对，因为其实呢，节瓜它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纤维素，而且最重要的，它是 DGI 料理。对。什么是 GI 值呢？就是这个东西它会不会让你的血糖急速上升？如果这个东西这个 GI 值比较低，它就不会创造这种很剧烈血糖的改变。那我自己是这样子，我很在意 GI 值，因为如果你的血糖很容易改变，除了你的身体会很容易储藏那个脂肪之外，第二个是你很容易会情绪起伏。真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像国外啊，他们做过一个实验，如果你给小孩子喝很多那种可乐，或是给他吃糖果，他一个小时之后他就开始疯了，就开始情绪变得很激烈这样子。那 DGI 食物它最大的优点就可以帮助你稳定血糖。真的好，那因为它是没有热量的一个食物哈，虽然也没有淀粉质。那我先把这个节瓜都切滚刀，改变它的造型。还要准备这个波浪的切刀吗？对，全部的话我们都是把它切波浪的形状。那我可以搭一点玉米笋，比较浪漫一点点。外形你说这个吗？我说用这个波浪的刀，就是外形比较浪漫，是吗？丰富多元的感觉。可以搭一点西芹，然后西芹它除了有一个独特的香气之外，它的纤维是比较粗的，对，它可以协助你身体里面有比较多的纤维质。对，像这个有没有比较粗的？那个要有时候要先拔掉，对不对？外层。对。但是，哦，好香哦，芹菜的味道。太粗的这个老梗先拿掉，这会有点碍口。为什么有时候节瓜料理的时候它会有一种苦味？是，那是什么原因？对，那有点像是跟那个农民下的肥料有关系。你是说肥料下的比较多，它就会比较苦？下肥料的种类有关系了。对，所以有点像我们会建议大家挑选节瓜的话，就落在20公分左右，就大概长度不要过长。对，不要过长，对，因为有可能那个就是下很多肥料的，就有点太老了哈。那我给它一点红萝卜配色。红萝卜的话，一样我就是切片。我就没有切滚刀了，因为切滚刀的话就会可能做比较不好收。不好收，对。尤其我们今天是用那个蒟蒻，对不对？对。去减少我们这个热量的摄取，然后增加纤维素。对。有点像吃面的感觉。吃面的感觉。它应该就是简简单单，然后就很容易料理的一个料理。好，那我先加两大匙的油。好，那我先给它干煸我的干辣椒。这个等一下会很重哦，它的这个辣椒的籽这么多，对，应该香气很足哎。哦，这个等一下会喷火，这个下去一上上，马上香味就出来了。对，好，搞起来。那天有个朋友，他看到我们节目就说：“你可以告诉我，为什么你戴了口罩还闻得到味道？”啊，就真的闻得到，你试试看。对，好，那花椒下去之后，赶快起来，就是爆香一下下而已。对，因为等一下怕你太辣。可以啦，我可以。好，那八角哦，好香，好香。好，我现在过一点的，我先洗好。八角就是要下去煮了啦，对，因为它要比较难出味道。好，那我红萝卜先炒哦。哇，好香哦。我蓝手的先来。再来玉米，玉米一定要先。对，玉米。然后再接下来应该是节瓜跟那个一起吧。对，酱酱料先。这是豆瓣酱一大匙。哦，麻辣酱。哦，那个味道好香。先给它水，好像在煮麻辣酱。对，麻辣酱我先给它两大匙。哦。好。Hello， 仙女来了。我们还在，我们还在。这
是小叶师傅之前我们做过那个麻辣臭豆腐，对不对？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概念，我们把辣椒还有花椒下去稍微爆一下，加上八角，然后加上辣酱跟这个叫做辣豆瓣酱，对，它就是一个很棒的基底了。对，那我给它一点酱油，对，大概一大匙的酱油。但我觉得在做麻辣风味的时候，的确你家里如果有抽油烟机的话，要开一下。然后接下来让它稍微滚了之后，就可以把我们的蒟肉放下去。对，蒟肉的话比较不容易入味，嗯，所以先进来。那市面上有卖那种真的是像面条型的那种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对，吃起来比较有存在感。对。可是我觉得蒟肉有一个奇怪的味道，就是它装在那个包装里面有碱味。对，那个要怎么办？那个的话，你如果怕碱味的话，就是烧一锅热水，加你的蒟肉穿烫过。泡过热水，穿烫，烫过就会好。烫过，对，烫过之后再洗一洗，是把那个碱味洗掉。难怪我每次都拿着那个袋子，然后一直用水冲，可是就是没有用，没有用，你就是要烫过就好了，烫过就好了。嗯哼。为什么会这道菜会煮得比较重口味？因为就蒟肉没味道啊，然后全部都是蔬菜，嗯，所以可以利用一些这些新香料的原理增加你的食欲。那我问一个问题哦，你说这道料理是不是可以做多一点点，然后冰在冰箱里面做成冷盘也可以？冷菜的部分就是怕我的这两个绿色的会变色，会变色，因为它的叶绿素可能会流失掉。嗯哼。那我今天搭进来的东西呢，如果不加这个。你可以加说它比较耐煮的食物就 OK。耐煮的食物有什么？像是红萝卜啊，或者是你喜爱的大黄瓜，那种可以当成凉菜。对对。因为我觉得麻辣的蒟肉真的好适合，我要说出我不想说的话，深夜的罪恶料理。哦，麻辣哦。对，因为你晚上的时候，有些时候就是想吃一点东西嘛。可是如果是蒟肉的话，吃下去感觉罪恶感少一点。对，那这个我现在是用这种蒟肉的这种一捆一捆的。对，如果不要这样的话，对不对？变成是冬粉也可以。哦。对，冬粉。对。像这个节瓜要煮多久啊？节瓜的话下去拌一拌就好了哦。哦，这么快？很快哦，超快的哦。通常我都会建议大家不要把节瓜煮得像丝瓜一样软。为什么？对，第一个失去它的风味以外，我觉得节瓜把它吃那么软也不太好吃。节瓜有些时候西式的那种意大利面会，把它做成切成细细小小的炖菜吗？对，那种就会有一种酸味，是，就是酸酸的，就像你在吃黄瓜，可是酸酸的口感。是。那我觉得台菜是这样子，如果你把那个酸味加进去，有时候会蛮打扰的。对，所以你就是要快炒一下，然后就起来。没错。哇，颜色好漂亮哦！其实这个自己变化可以做蛮多的。对，如果你要再加一点点豆腐啊，对不对？也可以。然后或者是你想要换成像是，如果换成豆腐的话，我就会再加紫米糕。可是紫米糕的话就属于淀粉质的，嗯，对，就不加脂的。好，那就豆腐就好了。豆包、豆皮、豆卷啊，豆卷那个口感。豆肠，超爱豆肠的，而且它可以吸汁。然后就把你家里面有的那些根茎类的蔬菜，或者是你清冰箱的料理就放进去。怎么减糖的料理变清冰箱料理？也不错，蔬菜类哦，不能够放那些淀粉类，好不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？然后这个就要稍微让它，虽然说这个节瓜下去要快一点起来，但是颜色也是要上去之后才可以。对，你可以稍微就是依照个人的口感啊。对。那我觉得我比较喜爱的是节瓜，它还是里面还有保存它的脆口、甜味。嗯哼。我喜欢这样的口感，要比较软烂的。像你可能会比较喜爱软烂的，就可以微煮一下。我如果是大黄瓜的口感也可以。对。然后现在就要放下去了。这个加起来哦，哇，好，这个，但是辣椒跟花椒要煮多久由你自己来决定了。如果你喜欢那种麻辣风味很浓郁的，可能下锅要需要一些时间。没错。那像我就是自以为很爱吃辣，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厉害的话，对对对，就是一下就可以起来这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是脆口的口感哦。好哟。好，起来喽。哇，其实很健康耶。是。极度健康。然后我必须跟大家说，这道菜的 NG 吃法是什么？就是说这个麻辣也太好吃了吧，赶快拿一碗白饭，这个就 NG 吃法，好不好？破功。对，减糖料理就是你不能够吃这么多白饭，然后尽量以全谷类为主。是的。然后最好的方式，你可以选花椰菜米啊，或者是你喜欢的其他的这个主食这样子。
好，那给它搭几片红色的红萝卜，漂亮，吃给它一点点。哦，好香啊，好香哦。剩下的给它装饰一下，很漂亮。好，最主要的蒟蒻，对，蒟蒻多放一点，好不好？增加一点，多一点纤维，减糖，稳定你的血糖。麻辣烧蒟蒻 ，DGI 料理，做起来。